喂，您好，请问是涂女士吗？身份证尾号3479。嗯，这里是西岛市防疫指挥部，我们查询到您乘坐的41574航班存在阳性感染者，现在通知您立刻前往隔离。隔离？是的，稍后会派车来接您。集中隔离的规定，请您遵守。这是顶楼，送餐可能会晚点。嗯，没事。有信号吗？也没有 WiFi。没有。不要和楼里任何人接触。这是您隔离的第三天，请您配合核酸检测。顶楼比较晚吗？怎么越来越早了？有住户完成了隔离，这是您隔离的第六天，请您配合核酸检测。这几天我头总是很痛，还容易困，我是不是感染了，还是我只是感冒发烧了呀？没有大碍，你想多了。不对劲，楼里的人越来越少隔离的第十一天，请您配合核酸检测。梦，您饭没呢？您好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？你好，我在天乐大楼隔离，然后我觉得我遇到……对不起，您说哪里？啊，就天乐大楼啊，在暗海区那边的。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设置过防疫设施点。本次新型药品 YT-07 的人体实验失败了，存活率不超过30%。